Thank you.
分两瓶酒。带个大院子。
做这个薄皮，旁边有鸡蛋。
那哎，你跑你快干啥哈？哎呦，那
个地方吗？看好子啊！没吃完，红烧菜吃完了。我老师叫王永生，不错，他上海市场了，接下来是我对上海市场不大，大概几十年没听过了。蚂蚁，哎呦，有的唱，有的讲，有的表演，我去有四门功夫呢，晓得吧？七只表都我才来噻。呸！哎，主持人，他妈我去有那个七只表都嘛？我怎么想到去财主自家去玩个呢？哎，搞，不要搞，蚂蚁来一杯。开始，扛着包袱披地上。Thank you.